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龙开箱。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尼尔自动人形哦 ，Nier Automata Trading Art Mini， 这个就是三角形公司出版的哦，这个 Q 版尼尔自动人形 Q 版人形哦，老小 Q 版人形，尼尔自动人形。那这个里面的角色总共有11种哦，那哪11种呢？这个外观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到哦，就是它这个210哈，忘记那个中文叫什么，反正就是一个辅助专员哈。那中间这个就是我们的二 B 哈，那左下角这个 Nice， 那隔壁这部分旁边就是这样去呈现哈。人物的部分呢是相当可爱的，看一下另外一边的人物。那这个算起来呢，算可以说是你也有自动人形第一个 Q 版的这个人形的部分，之前有说过，这个是后面这个娃娃的部分，洋娃娃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不啰嗦了，直接看内容。好，那各位可以看到，我现在把这个内容物的部分哈，内盒的部分打开了。那这个先从这个盒子的部分看起，那小小一个，非常可爱哦。那旁边的部分呢，就是这个彩色的图案了哈，那就是它的这个所有的人物的这个彩色造型。那背面就是一些警告标语哈，那旁边也是一些简单的文字叙述，底下的条码。那顶端呢，这个我蛮喜欢这个造型的，因为它有用一个这个马赛克的这个感觉哈，其实蛮尼尔的哈。好，那这不啰嗦，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到底是谁。好，这个拉开的时候还有这感觉，自动人形出来的场面。这个很明显的，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二 B 的部分哈。哎，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，非常小一个。直接取出了二 B 的头。这个应该就是台座的部分哈，这样。那它这个简单的说呢，就是直接把它这样装起来，组装起来。好，简单的安装起来就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头部呢，装起来这个感觉，头部是可以动的哈，这个样子哈。它可以去做这样的旋转，没问题的。然后底下这边哈，可以有一个把台座固定的这个孔哈。所以组装起来像是这个样子，就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非常可爱哈。好，眼睛的部分呢，这个涂装相当不错的哈，这个背面哈，这个复印字哈 ，Square Inks， 好，上面这边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成员哈。好，现在各位可以看到，全部都开箱完了，看到手快烂掉了，非常多组，然后组来组去非常可爱，看到整个倒掉，
那我们先从这个 2B 开始哈。哦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，刚刚有稍微看过了哈。那这个再看一个高清一点的。好，它身体的涂装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哈，因为它真的非常小哈，所以它涂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哈。背面的部分呢哈，就这样，好，已经蛮厉害的了哈。这个脸的部分也是相当可爱的，那这个头的部分都是可以去做旋转，没问题的。好，那这个 2B 的部分就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是 A2， 那 A2 的这个特色就是在它这个身体，它这个比较特殊的，有点机械感，不规则状的。好，那这个也是我把它刻画出来的，相当不错。这个 Air 的长发造型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长发的这个造型，相当帅气哈。好，这个是一样哈。这个那轮到我们这个 9S 的部分哈，相当可爱哈，这个小男孩的感觉。好，那这个。上面有局部做了一个这个金色的这个金属反光涂漆哈，那背面这个包包也相当不错的涂装哈，包含这个缎带的部分哈，整体塑造都是相当完整的。好，那这个通讯员哈，好，基本上是一样的哈，差别在眼睛的颜色而已哈。背面的部分也就做一个金线处理，很漂亮哈。好，那让我比较惊讶的是这一个哈，机械人形，机械生命体了哈。机械生命体比较让我惊讶的原因在于它的手哈，这个是可以动的哈。那还有它的头部，它几乎做的跟这个大型的是一样的哈。它几乎是做的一样的这个可动，它在这么小的这个。构造里面做出这样的这个机关是相当不错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局部特写。好，那今天阿龙开箱就介绍到这边了。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或订阅我的频道。再见。